我邀请你来到现场，山海连线，请市长、议长、所有理事长、商圈理事长、大同商圈的干部，通通请上台，好不好？来，好，谢谢，谢谢，谢谢。来，这个叫做松软。两个乡修掉，过来者。中华民国全国商会总会总会长胡神鹤，要接台南市跟来为商会理事长，这会上会副市长，为市长拍拼市政。加油打气，这是带动商圈，了解附近店家，加上贯穿美食，做伙摆摊，要来让民众感受带动商圈美食节，好食、好耍、搁好买。最近也有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也带一些比较特色的就美食、好吃的东西带到我们这个大同会上面来。所以我们这午夜会把这些好朋友的美食集合起来，是那个大同三千呐。那我们希望透过大同三千，能够把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发挥出来。那今天是第一场哦，透过大同三千所办的市集，第一场就是大同健健好味市集。那希望在这个市集里面，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大同三千成立的，也希望说未来能够让市府看到大同三千所有的一些摊贩好朋友他们的努力啊，美食的存在了。那我们大同商圈主要不仅是有乡土味，还有眷村味，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滋味，所以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其实我们商圈都是非常多元，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大家一起来，为了我们许多好吃美味的，以及还有好玩好逛的商圈一起来努力。那我们非常感谢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和处长大力的协助，大力的帮忙，可以让我们商圈办得这么好。